哎，对，你在我家吃，忘记了。哦，我那个记忆力不好，按串流就忘记了，就忘记我要干嘛。今天能够全破吗应该可以。？Hello，你好，你好。嗨，你的小黑。嗨。呵呵。好，那就等大家进来吧，我再开始。这音乐我就喜欢了。蛮好听。好，感谢大家转播，谢谢。嗨嗨，晚安。等他进来之后就开始。欢迎高手。好，感谢大家转播，嗨，大家晚安哦。粉钻不要发，为什么？还是？就这样吧。还是你要等破起来？好，啊，今天去看能不能把它破了。昂昂昂，嗨，你好。把它放大一下就好了，在台北哦。这边看得到。好，昨天到哪里了？昨天到哪儿？昨天我在找这些物资，对不对？现在这个我要去碰面，那我现在到这个门，讯息为什么会这样？信义 A4。嗨，大家晚安。哦，那今天我想把这款游戏给全破了。哦，毕竟呢，我已经玩了30几个小时了。哦，之前的游戏都没有玩到那么久。哦，那我现在有多少钱呢？我现在有6246块。你就要去哪边找比较好？那些你可以房先间。买一个子弹，或者是打一些僵尸的物资，还是什么？这样子哦，我要从门下去比较好，跳过去，走这下去，哎呦，哦，拿一下，70块，蛮多还蛮多的，他们来干嘛？捷运站吗？捷运站在市政府吗？那我现在只能用踢的。为什么有些什么？有些人会喷那个汁液？是刚感染的，我现在已经忘记。喷那个汁液。啊！我被咬。38块。这边就蛮多的。对啊，可是我现在是被他们欺负，我不想要消耗武器。他一直在绕人。把它推去火坑那边，可以吗？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它是烧在上面的。踩爆头，哦，西瓜汁，我这个脚无敌哦。爆头，这边的钱蛮多的，要不要这边打一打我看，也这么觉得买一些高单价的东西。很需要。游戏的声有点小，等一下。啊，应该是昨天那个，哎，对啊，那个昨天在聊天的时候把那个音乐
用小的，忘记调回来，不好意思大家。好，这样应该可以了。这很多哎、欸，你是看哪里的、啊？大家收集一下，等下大战啊！我还没大战，就被他们快要杀了。哇，他头不见了、欸，他头掉了。还很多，像多少钱？哇，6400多。哪边比较多啊？这好多、哦。再也没有那个，哇，这边这里面有没有？里面找一下，搞不好会有一些。哦，要进来了，门可以关起来，门不能关，我不想他们进来。哎，这什么？各都拿，都拿，都拿，进来。进来的，哎，我看脚真的很强。你这样讲，是进来了。我快挂掉，快挂掉了，怎么办？怎么办？大的很可怕。对，哎，那还有红衣的。我要想关你，不能关。我靠，一红一红一黄。哎、欸，柜子好像还有些东西要拿。一个是咖喱，一个辣椒。中间是对，中间是蔬菜。这么黑黑的，一个黑人，一个白人。他那红衣服是白人，对不对？咖喱饭，你喜欢吃吗？你喜欢什么咖喱？猪排咖喱。你看，来了进来就比较麻烦。来来来，来。出其他兵。开。哇、哦，他把他一起推倒。你看脚真的很强，脚是万能的。挂、欸、死掉了、哦。48块。拿下，等下准备大战一波。5块钱，好穷的僵尸哦。是怎样？他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嗨，我现在多少钱？我6600的，可是那个最贵的我还买不起。怎么看这个还可以抢食物？找一下。这里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过去的、啊？这里好小、哦。哇、哦！我被护巴掌。哎、欸！嚯！超多！这里应该很多可以捡。当初，哇、哦、哇、哦！我去车子里面躲一下。啊！不要上车啊！要刷卡，要刷卡，要刷卡！你们没刷卡，我像好用一些武器来用，我觉得像剃刀类。突然，他想要他搭末班车，不好说。对，我就觉得，只要有这个一个门的话很好用，我觉得他们就不会一坨就过了。说他们是一个岛楼球，对，缩小那个攻击范围，大一点。哦，我刚刚被挥到了，哎呦！你看哦，你看我这脚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快挂了，超烦的。都没走进来，怎么刷卡？哎，看这张没有悠悠卡，还是他们是什么僵尸进岛卡？有吗？有这东西吗？可以去申请吧。
我真的受不了，我想拿枪，只是要省一下，我怕等下，我怕等下最后那个 boss 太难打。有点多哎、欸，你是要挥几挥一个几刀啊？你觉得要不要挥？就是用踢的。好，那我要下去、欸。没办法上来。哇、哦，这个好丑，这个好丑。他们怎么这样全部堵住？我怎么进站呢、啊？你到司机，你到司机驾驶座，你好反过来踢。这样吗？对。上来，上来，来。哎、欸，不爱坐在这里哎、欸，现在有点可怕哎、欸。哎、欸，这样怎么办？怎么办？我有点紧张、欸。有有有，哇塞！前面还有一只，右边还有一只。我知道。他下车，他下车，他下车了。他停在那边干嘛啦？看什么看啊、哦、好可怕、啊！哦哦哦哦哦，又吓到！吓我一下！好好好，这也可以。他这样，他没法掐。为什么要掐脖子？哎，后门，他们会不会从后门上啊？哦，好聪明哦！哎、欸，有人从后面上来，叫他从后面来，看屁啦，下去了。他穿什么？破鞋子。哎、欸，没按到。发体发体。有有有，那是个好胖。搜索一下。哎、欸，我被偷袭。哎、欸，怎么办？我现在被前后夹攻。没有，下倒了一下。按一。他在干嘛？哎呦！我先跑好了。太多。这样多少钱？越看越有心。6600。配回哦。哦靠！到底是要吹几次？好，再上，哎、欸、上，哎、我完蛋，我要挂掉，我要挂掉！狗玩命啊！你是不是有外传啊？我怎么跟外传？这个是谁啊？你怎么把我这个独门是谁？我这个那个代代相传啊，不外流的东西给传出去了呢？看一下啊！哎、欸，我要买东西。哎、欸，这奶头怪怪的，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可以拿一下？哎、欸，那个嘞？那个卖东西的人，这里为什么有钥匙啊？哎、欸，我那时候他要买什么？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还是我把什么卖掉？你觉得呢？什么东西？你看他现在都很贵，你觉得我要用哪一个？我是要8000块这个比较好。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是有然后有一个棒球吗？伤害看火力啊，看火力是多少啊？159135。我觉得你应该用枪比较好。我也觉得用枪，可是差很多钱呢。还是你要买弓啊？弓吗？哎、欸，可以吗？可是弓的话你会射吗？射射看啊，看怎么射。你要买弓啊？买的。那不是要离开？那有剑吗？我要离开这个。吹是哪一集的梗啊？这梗好像有点久。
欸，没有剑啦、啊。吹是哪一节梗？好，我把它卖掉好不好？你买剑看看，看买剑多少钱。他有剑吗？感觉剑蛮便宜的，买剑看看。不要买，你卖掉价钱一样吗？先看一下嘛。你买多少钱？你的有剑欸，450欸。你的那个什么4000多啊？你的弓是买4000多，那回回购卖掉，出售是也是4000多。不是、啊，差那么多，当然不能卖啊。那就买剑哦。那就买剑看看，先买个10把。死好像不够，他一只就他一只就450欸。先买5只看看，买个2只看看。两只吗？欸、他是他讲怎么加数、啊、量怎么自己加给他吗？你就买一次看看。再买。对。再买。啊，不用不用。欸、没有，欸、有弹药要不要买啊？哦，什么的弹药？步枪。手枪。步枪。步枪。看一下。那就步枪。全买。我现在，欸，对，我现在步枪嘛，我都步枪。步枪、啊，那你就买全买步枪啊。好。步枪感觉还蛮好。步枪弹药，买，再买，再买，欸、没了、欸。哦，那就先去试试看那个剑。可是我要射一支450，很贵、欸。那你就试试看精准度好不好用？那我去外面射一支僵尸好了。哇，30只哎、欸！它是三十、哦，你买一次可以有15把。哦，那怎么射啊？也是要瞄准的吗？应该是按右键。试试看。右键按住，哦，好像蛮，好像还可以回减，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回减？试试看，对，还可以回减呢。搜索一下，可以减吗？可以减回来？哎，可以耶！是啊，我看到，可以减回来，可以减呢，那就狂射的啊！这有点可怕，投行罗拉哦。人家太慢了，射箭技巧有待加强。靠，右边杀出一个程咬金哎，好可怕、啊！他乱动，不要乱动，哎、欸，这样也麻烦。那是会跑哎、欸，对啊，怎么办？那就跑到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跑到安全区射啊，跳到墙壁上，射他。这样射好不好？射到。哎、欸，怎么远那么远啊？安全区就不能射的啊！你一定要在安全区以外才能射。那你在车上啊？好，这边。近一点，近一点，那个枪好。射谁？看你开心哪一只、啊。哎、欸，那好会跑啊、欸！在跑、欸。跑好快啊！在这边射啊。找一只比较不会动的。乱动。不要乱动，我想射你头。你就知道罗拉有多难射。哎、欸，这，不要动，不要动。啊、但是太远。在那边射。对，我知道。你有没有瞄太久啊？你。我喜欢精准射他头。那黄色衣服啊，他都没有动。好棒，插他头。他要插头。哎、欸，他插的。为什么？吃剑呐、啊！吃剑。哎、欸，为什么都插着还可以活着？哇，为什么插着还可以？哎、欸，这样我剑很浪费。不会。哎、欸，真的好高、哦。什么东西啊？是那个站在外面那个不知道情况。搞是要从？那就往那边射啊！就往把那边全部射死，再捡回来看看。对，先射外面的。来射两个剑嘞！为什么这样可以动？看什么啦？哇靠，还没死哎！看什么？哎，我已经射死。你就先把他们射死啊！这是三把哎。都死了哈。好，捡回来吧。好，现在赶快捡。再捡。嗯，都各捡。对，哎、欸，剑可以捡回来，这样还不错哎。好、啊，可以捡回来，那还行啊。
哇哇，自己射出来的东西自己要弄回来，是这样吗？要捡啊！我要捡啊！怎么就十八把呢？因为有几把是在比较远的地方啊。那就把它捡回来啊！可是我怕我过去很多只哎。没事啊，你就把他们引过来，在车上再射一波、啊。哦。二十把，车上还有。对，这边还有。看一下他们。可能还有，还有一只，那外面那个前面那只，后面，就捡了，再远远看一下有没有绿绿的，绿绿的什么？捡，刚你射死的嘞？好像在，我自己有，刚刚这边还有在射啊，这里的都没了，僵尸不见了，那也就是说你的剑会被吃掉，那你再去引更多的来。我在车上狂射吗？对，在车上狂射，就引更多的来，然后再一次，你就这样累积钱，然后再去买子弹。不要乱动啊！哎、欸，我射他腿了，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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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哇，这跑好快，这跑好快。哎、欸，我没跳到车上。人呢？他人呢？哎、啊，他什么都上来了？这是很可怕，这是很可怕的过动女。为什么他这样还可以动？哈哈，还在射苹果。是后面有人啊？前面有一只哎。对啊，我知道，我看到。哎呦，竟然会不见呢、欸！离太远就不见了。你刚好拿过来，送你啦！哦，要不要去开干？这还不够，那怎么办？先就是把僵尸引过来，然后就像刚刚在车上那样啊，不然你就到另外一台车上面射。怕这个车太低，他会直接冲上来。这边有一台啊，僵尸执法，我是太多了吧？公车上也可以啊。哦，我差点下去。这里会不会太多啊？先看一下你有多少钱，先看。没多少钱啊，九百多块。你刚花了剩200多，对啊，你把那些区打掉，你还有剩。怎么办？再几个，差不多2000，2000块买子弹就进去吧。哦。把这一区射烂。他们对面一箭就死，我以为他们射到头就死。不要乱动啦，吃药、哦。不要乱动。哦哦，这个乱动干嘛啦？哎呦，小黑人，吃剑，我可以一箭射两个头吗？这个乱动他干看哪里啦？叫声蛮好笑的。头上就中箭，还可以那边动。其实头上中箭的应该可以直接射身体啊。不要乱动。啊？什么啊了啊？在这边，他上车啊。他进去了、欸，他好聪明哦。可以移到别边。我已经按住了。怎么办？我好像没剑嘞、欸。射击吧。十二发。我把飞机杀掉就差不多。可是。还是死吗？对啊，贵耶、欸。吃剑呐、啊。看什么？看，哦，可以捡，应该可以捡剑。他不在里面吗？那你移到旁边，你不是你现在车上，然后往那边走，对，往那边走，看看。
看他们跑出来。拜拜。我觉得我在车上比较安全，至少有东西可以遮。公车上射箭，各拿，赶快拿一下。哦，把我的箭拿回来，拿一下，拿一下。哦，好多支箭哦。有熊熊，有熊熊吗？我刚没看到熊熊。好多要拿哦，超多的。还是我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拿去卖啊，像反正都已经要到最后面了。哪里有熊熊？哪里有熊熊？这个东西空的，真的有熊熊？你看好可爱的熊熊啊！可以射它吗？可以射熊熊吗？可以射熊熊吗？射看，可以射吗？会不会回不来啊，姐？不知道哎，要射吗？射看看啊。就这样。哎，还是可以拿回来，可以吗？哎，可以耶。那再多射，再射。你箭怎么只捡回15发？有一些不见了。不要射熊，浪费时间。啊，不要射熊。可是我现在按住了。就放。啊。好，拿回来。那就挖回去了。这个等下大战好刺激哦。我看安全区在哪一边，我忘记位置。右边那里是不是？啊，准备好了啊！今天希望能够通过这款游戏。要买什么？哇、哦，有个生锈的那个散弹枪11000耶，紫色的装哎，看一下生锈的散弹枪啊。哦，火力512，好凶哦，感觉很猛。没有钱啊，会不会魔王跟你没那么强？那就买子弹吧。步枪吗？嗯，收哈了，全部够吗？好，空间不足，那我满了，看一下我现在。哦，我其实，哎呦，我其实很多嘞。医疗包可以买吗？我觉得医疗包也很需要。没有哎，没有卖，那就这样的哦。有了，够够的哦。上吧。拿个纱布，蔬菜刀，这需要吗？195好像也不低耶、欸。蔬菜刀，买一下。耐久度不高。哎、欸，要到22等才行哎、欸。你还没有资格有蔬菜。对啊，我想吃蔬菜。好吧，直接上。好了，还有 ，Go， 开战，开战啦！哎呦，那个奶头，奶他等下奶头怪怪的。你看他奶头歪的。Beware of the night。加油。拜拜。可能是我跟你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要道别了。看起来好凶哦。
笔记也拿下。好吧，那就走啦，拜拜。可能是最后一次看到你们了。你觉得会不会准备不足？等一下直接狙狙啊？你就用脚踹到过头？怎么可能？踹到过头。最后的是打僵尸吗？好像人类的僵尸都有，是不是？应该是人类吧？看看。因为他说赖斯啊，人啊，他是人啊。靠，怎么跑不进去？我要绕前面。我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可以让这款游戏……哎，右边有门，你不进去？有吗？我没看到门啊。这也没什么可以捡，应该都没了吧？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看到大雄或哆啦 A 梦？好像没有，就没有了，那就够了。进去了，进去了。Rice made a deal with the GRE. Now he's about to escape from Ruan with the rest of Sarah's research. I can't let that happen, and Rice knows it. 他就是进去就得出。可是你打完那个弹药，还是已经没有存到？就看一下动画。进来了，修一下武器。好紧张哦。好，谢谢你的追随，谢谢让我进化了。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十等 C， 为什么这个这么弱啊？好，搞不好这边有什么可以拿。走了几步就喘成这样。你刚刚那边没空气吧？对啊，看一下后面刚刚什么状况。刚刚没空气了。没有，他已经有点变了，就是感染了。你说男主角？对。为什么有点感染？好被咬啊！我记得好被咬。我要走往上走嘛，对不对？还是要看下面有什么？下面说被咬，因为剧情有被咬。小被咬。下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上去咯，我要往那个101上面走，观景台。对，观景台，还要在上面。他说这边有没有什么可以捡的？不留一点东西给我？这里吗？看一下，都没有。什么也没有，不是很喜欢这个地方。为什么？怪怪的。很密，很窄。很窄。有点松。我觉得要找一些有没有东西。那就走了。这什么状况 ？Oh shit! What the hell?这该是什么鬼 ？I knew you could not resist, Crane. Oh, would you just shut up? You're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hear. What? Hear me? 好紧张啊 ！What a brilliant idea! 现在来，先看一下，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在看，撤离。It is fitting that an orchestra plays when he's crashed. 看现在的任务，看一下是要干嘛。从里面，他们是不是要爬上来？我也这么觉得，是要跑啊，是要跑啊，逃生，怎么逃？怎么多？我要
什么就赶快离开的意思哦。一堆啊！哇，有这么多人追我就好了。你看地图。啊！你看地图，走这里吗？花，花这有用吗？欸，我掉下去了。哎呀，哎，这里都是啊！哎呀，那个婴儿叫我会死掉。哎，为什么婴儿一叫会死？他好像就是很高音还是怎样，是吧？飙高音，要抠音。对啊。不能听，不能走这里。哎，赶快远离他。Hello。哎呦。哎，为什么？哎，那亮红色四颗是什么意思啊？哦。哎呦！我滑滑弓，滑起来、哦！我被打到，跳啊！靠腰，好可怕哦！怎么办？虫哦！把他砍死啊！可是我怕他砍是被追，等下如果死掉的话，等下先把他砍死。他前面就已经给你扣个要几滴了。一半。走方面好了。我喜欢那种紧张的气氛。怎么还有？欸，太多了吧！我用啊，你用那个滑啊，对吧？然后我在滑，我在滑，我在滑。可是你刚按，你刚跳啦、啊，卡住了。有这里吗？肯定要。这样吗？要抓这个吗？然后呢？跳。走开！再滑下面。可以吗？滑呀、啊！跳！怎么跳？这不行！脱套有点恶心，很紧张哎。嗯。砍死他！你在笑什么？直接一下来就把他踹，不然呢？不然怎么办？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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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不行啊，我又不跳会被他卡住，你知道吗？哎呦，被削到了！然后跳吗？跳，再来，滑，我再滑，卡住了。他卡住你，跑，又跑远，跑，跳，再来，再跳，哎呦，哎，为什么？因为前面还有一个。不要叫啊！吃，安静。哦，那么乖的僵尸哦，我第一次碰到。滑滑哥，为什么我滑那么快还是可以被打到？还在跑。拿枪你就是有枪啊，只是现在我要省，所以我现在没有换成枪，已经有枪了。
别滑，别滑，别滑！跳，再跳，然后呢？靠！你在干嘛？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哦，没力了，好像没力。在跳，对不对？跳。为什么？跳歪啦！还这样从旁边爬出来。闭嘴！闭嘴！闭嘴！啊，乖，还乖睡。好，走。走错了，我要用跑着算了，不要滑了。人家不管滑跑，都是被 A 被削到一点。有没有人在那边把他们全部干掉了？有可能吗？不是会卡住，真的，我刚被他们卡到。笑什么啦？哎，不能滑那么，走开，走开！不能死的哦。为什么会滑、啊？还真的有最后一关的感觉。二十五级他怎么弄的、啊？感觉这些都神装，一剑一把一只僵尸的感觉。可能用踢的一小僵尸就死了。我想要今天全破、哦。冷静，冷静。僵尸那么好养的，为什么你看还是会打得到、啊？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为什么这样还打到我？再跳！哦！可以，被他跳对不对？哦呦，好险哦！哎，怎么多啦？妈，楼梯在前面了。对呀、啊，要爬这个吗？跳，这个吗？爬。追得到你吗？不知道，感觉我现在还是要跑。还好，现在比较轻松一点。哦，喝个水好不好？来了。Quite an entrance. 真是好，也许你是个国王。A king of mud.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有点奇怪。我也这么觉得。这边有一堆什么刺，应该就是。啊、靠！在上面是不是？走这边吗？好像去找他。
抓？旁边吗？右边吧。右边。是要爬上面的，右边的。这边可能上不去。上面呢？应该是要爬这个、啊，挖上去吗？这边不是有个桶子吗？那应该只剩下那个吧。感觉比较像。是吧？太高了。怎么上去啊？这里会不会？然后往左边吗？左边要过去吗？跳看看，还是要走这个，然后跳过去？应该旁边那个可以抓吧？旁边那个可以抓吗？跳看看，这个吗？好，怎么过去？飞过去吗？右边这个可以上去吗？可以靠着墙壁走吗？应该可以啊。你再过去是不是？跳的，靠，不行哎、欸！哇塞，快挂掉！还是应该是原本这个货柜要让你上去的。我也觉得很像，为什么关起来、啊？哦，这边。这样吗？再上去。可是再上去。抓不了哎、欸。感觉还是比较像左边这边哎、欸，对不对？是不是？往右边看一下。右边可以爬，对不对？右边可以爬。爬看看。为什么？摔死跳。抓不了哎、欸，太高了。怎么会？看一下，应该是跳过去爬这个，然后从这上去吧，对不对？是。是我没抓好。这游戏在爬，它选对。又爬又追又滚又爬。对，又滑还要滑。还要滑。你看。有办法直接这样跳过去吗？应该不行。你跳看看。你想跳跳看看？我觉得很难耶。还是要踩旁边啊？嗯。只有罗拉我在行這樣。哦，是这样啊？是因为男主角是男生的关系吗？罗拉比较在行。吼吼，好好好。哪个是跑？去不得。安静。安静了。Dear Crane, accept an offering to the king. You cannot kill me. You cannot defeat me. You cannot even reach me. 对对，真的难跳。我觉得右边吧，那个有没有可能是右边这边有一个？等一下，他现在不给你跑了、对啊。跪在哪里啊？他要炸你的感觉。对啊。这个不可以。对啊，这可不可以爬、欸？骗我啊！靠！怎么上去啊？不然其他路不到他。对啊，我觉得他那个柜子一定是有他的用意，不然不会摆那样，对不对？多跑啊！会不会是这边？等下，你先停，先停，先停。这样爬、欸、有可能上去，因为你刚刚这个可以抓。这样吧，上去吧。跳过去吗？不是不是，你先这边。你就抓这边那个吗？抓这个墙壁。哦，不给抓啊！怎么那么难拿、啊、这个？还是上去的时候往右跳，直接去抓旁边的墙壁，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就这样一直跳，然后死掉？我怎么觉得？先抓这个铁杆看看。哇！
哇！我记得你这个铁杆刚不是可以跳？下面的可以。对，东西这边可以抓。对啊，可是你刚才没有抓到下面，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再飞过去抓吗？这个也跳过去吗？有可能有办法跳过去了。哦哦哦，可以飞了，可以飞。跳看看。啊，过不去啊！那往上看呢？跳看看。一滴。到底？到底为什么上去啊？难不成有别条路吗？先看一下地形。他那个吗？那个吗？人家炸我哎！这样爬过去吗？有可能。这样我也上不去啊。这样嘞。靠！我快GG了，这样吗？跳过去有没有可能？这样嘞，这上得上去吗？不行哎，我怎么上去啊？随便跳，随便跳，你有办法？还是爬至高点的时候往哪边走？上次有没有可能抓后面？对不对？然后再往后看，哎，很恐怖，这样的、啊。我，你往后跳啊，然后这次往后跳，往后跳。啊！为什么不给我跳啊？为什么？怎么可能？为什么你没有跳上去？然后嘞，你就35D跟人家战，你没办法啊，都是你摔伤了。最近你一直是啊是啊，进去我称赞你一下。啊，所以你会卡很久，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路。怎么办？努力。嗨，你好。Come on, come on, faster, goddammit! 好高哦！太高了吧？对啊，101吗？101都没这个。今天有办法成功吗？看一下风景。啊，哎、欸，好高哦！这已经50楼了吧？到了。好，换你。把他踹死，踹到哎、欸，很多啊！等一下，天梯里面有一个，踹他头，踹他头。哎、啊，还是要找那个啊，不能走这里啊，要走走僵尸那个地方。过去啊，要绕吧。好，来说，有点多，有点多哦。上不去啊？怎么上去啊？刚楼梯好像旁边可以上去吗？这边啊？不是刚那个楼梯，对 对, 對，这个楼梯，然后反过来再跳对面。对，哦、很高，跳得到吗？可以。Crane, I said you would come. You've been shot. 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干什么回事？这是为了活下来，我们只能这么做。Trying to make a living.Rice betrayed us all. Yeah, I'm on my way up there, Cream.
I'm gonna kill that motherfucker with my bare hands. Not this way. We've laid the mines on the two floors above us. Go through the second block as high as you can. Then you can come back. 你真的回来？你不要死掉，你不能死啊！ 现在要往高处走，膀胱很小。他是怎样？这是干嘛？他在那边嘛？是他吗？是他。那你来建设他看看。可以吗？来建设他，你就赢了。一定没有用。有人动。但他是僵尸啊，他不是那个莱斯啊。是吗？对啊。 那我们再来一个嘛，就我往下跳吗？跳到这个山那边。是吧？先看一下往上一点还有没有路可以走。进去了，进去。这样吗？他要你往高一点的地方走。是哦。那很高哎。那个门呢？不行。可是它显示那个是亮的，就是我到这边，我到这边的时候，它是亮橘色的。 所以是不是他还是那僵尸？所以我往下跳吗？往下跳啊！跳那个垃圾袋看看。耶！把它踹下去！对对对对对，我想把它踹下去。哪边？右边还是左边？右边。好。来。哦，爆炸了！还这里。好，往这里走吧。哎，刚刚地上有什么？他的武器吧，拿一下。你的剑。 哦，对，我的剑。音乐真的不是很好听，就是这里。凯利木警告过你，对吧？我就该射他的。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毛毛的，有点没有惧高症，有一点。你看久了不会觉得很恐怖？对啊。那你现在怎么过去？对啊，怎么过去啊？爬过去吗？怎么过去啊？我张你蜘蛛人是不是？爬上面啊。 你看，想看一下下面这几楼，四五十楼吧。我要挑战来跳一波看看。你要吗？跳下去，先把那个僵尸踹下去，然后你再跳看看。你想要自杀？哎，来，下去。没关系，我这样血就满了。音乐很古风，然后要重排，还好。下去。 他的棒子也掉下去了。对啊，哦，是好高，哎，头掉了，头掉。我要跳吗？不用了，好，我刚刚血没有满。哦，好的。对，绝快点，要冲过来。来来来，冲过去，然后飞踢看看。好。你冲过去，然后飞踢看看。好。哎，你飞过来，哎，在你后面。等一下，等一下，不要紧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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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下去对不对？那你作伴。你们都想下去对不对？你们都想下去对不对？那你们都下去。好多、哦。下去。要大家一起死啊！你跟在僵尸在房子上面打架，你还在群哦，嗯，快笑死！大家先想一下路线，等一下怎么走？爆炸哥，哎、欸，他们肯定是跑过来了、欸。对啊，掉下去，哇，他一直炸、欸。